大箱的吗？去年底才刚开幕，这里要门票100元，可以抵50元的消费。哎，这是第一个拍照点，要不要拍？从入口沿着这个山坡走上来，翠墨山庄这整个是一个露天的餐厅，没有很像样的景观餐厅，但是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啦。门票100块，可以抵50块的消费。